今天是3月7号下午3点25分，外面突然下起了，我们以为是雨，结果仔细一看，是一粒一粒的冰呢。有没有看到掉下来一粒一粒，好像盐哦。哇，很大力啊，应该比澎湖的冰雹更有力吧。呜，外面好冷啊。一下子地上就湿了。